继续来到屏东，有一对新人结婚请人客，请到一道超级贵宾，全部拢是新民，有关圣帝君，有中大元帅，有济公等等，总共是十尊的神尊。原来这个新郎的厝内有设供庙，所以娶新妇嘛邀请到有庙的众神明做伙来斗闹热。结婚请人客真热闹，真侪亲戚朋友拢来吃喜酒。啊，坐伫咧主桌边的拢是重量级的贵宾。那个神明很大尊哦，有大有小。这贵宾全部拢是神明，有关圣帝君、中坛元帅、济公师傅、地府千岁和九天玄女拢总十仙，神龙搁替因服务。真的有跟神明敬酒吗？我是去帮一杯一杯倒了。住伫咧屏东的李先生进前补办婚宴，因为厝内嘛是开公庙的，所以婚宴这天嘛特别甲新娘请来斗热闹。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新娘啊，感觉新娘会当斗三共干几好。啊，若来吃喜酒的亲戚朋友，看到这个贵宾，拢感觉真趣味。不敢太张扬，人家就坐在我正后方。压力很大，吃饭要站着吃，不敢坐下。上百客这道，成现场每一个宾客注意，嘛，让来吃喜酒的人感觉和新明做伙吃有够心熟的。